鸾显化，修身阐述贵在知行，诵经明心依经实践，过悟但改不有二心，再论人道纲常伦理，仁孝利基造化家庭，父慈子孝人间美景，孝贤门第则民德风，曾子三省贺竹替己，黄香正清夏凉冬温，宜朝三朝文王定省，一日三朝呼竹生笋梦中沉，百孝经文奉为圭臬，老少皆能采衣于亲，家有父老无力为强，安身立命报道奉行，爱亲不误敬亲不慢，爱敬事亲德教百姓，立身行道扬名后世，以显父母是为孝忠，同之同气连之长枕大背，兄有弟恭今有玉坤，严氏家训告诫子孙，由得后辈家言易行，婆媳妯娌妇德有四，鸡肠鸟肚姑嫂不宁，空中造谣无中生有，离间兄弟非是其心，夫和妇顺五谷其色，阴阳调和相近如宾，取有弊端不交广信，有朋非亲相视贵中，损有无情是非不断，亦有利己直量多闻，智者明辨清流敌视，志同道合愿立道功，军人城中国有真祥，军霸唇间民不聊生，敦人秉则以化暴力，修理臣义君臣义心，德在百姓心系万民，清正廉明一路不兴，晏子春秋其心明鉴，屈原胆臣不污德品，正歌代旦精进不懈，范言直谏倘有魏征，今时古月今月古人，举世混浊唯我不能，三论中意气贯长虹，撼动山河岭列中心，坚如金刚牢不可破，无坚不摧横扫万军，日月昭昭乾坤朗朗，先尘不垫烈火纯金，天地凭谁千古常在，星斗为尔万世长存，岂有孔圣周流列国，推道迅速天下启蒙，仁义正道万物皆应，十六字诀首呼一成，孟子性善四端之八，心别义利一生大功，即为气也配义与道，至大至刚至妙至灵，苏武困苦历十九载，汉杰手握心在朝廷，威胁利诱不入使命，饮血吞沾不灭忠心，诸葛孔明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只求全忠，忠臣一手令臣力取，何来何去何必相争，杨家将士一门忠烈，精兵猛将条条忠魂，乐舞木匠精忠报国，十二金牌何惧死生，荡气回肠家国天下，志节参天满江红中，宋末三杰铮铮傲骨，
山河破碎人烟苟存，成人始意气血正气，歌咏千载天祥人品，张巡包拯何人如是，在世忠义死后留名，陆祖金公何同印证，赖何以是独忠义心，公常仔细第八卦无会，大开普度芸芸众生，大考大验大愿大行，尊师重道忠义相庄成，历代圣贤先真菩萨，后人仰瞻忠义精神，人无忠义如墙边草，见风转舵使人看清，无义失信，无廉失耻，无信不威，无耻失仁，大节不渝，渝义殆尽，无云则混，无度则昏，无伦理者，无修身者，无忠义者，无道德根，真修道子收集言语，丝毫不苟念发言行，是切或磋砥砺琢磨，四毒八邪荡然无存，穷不失意达不离道，忠贞廉洁立德立品，真谛妙理经笔垂示，告诫世人以不真经，伏魔真经日日持诵，主敬存诚必有感应，前心跪拜持念观心，忠义相随日夜遵行，心宽体盘精气神志，无有半点亏欠存心，腰自不生魔当不入，菜和元气七彩祥云，逢凶化吉遇灾成祥，尊经孝行转运改命，经传千秋远者积沃，诵念行者美大圣身，伏魔真经前诵至此，浩然正气充塞满盈，唯独无气意气精忠，唯独无形成就大功，一心贯彻以心印心，九六乾坤彼岸同登，轻灾勿呼时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朝兴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咒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
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老栓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锦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清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往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姓氏冯师你请，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明。弟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功转成。功转成。功转成。回向于天地。回向于天地。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。弥勒祖师，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祈求战争止息。祈求战争止息，治所治党，治所治党，证实昭阁采纳，
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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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前前后学今天学习到这里。谢谢诗妮老师导读，谢谢也各谢谢各位耿传师，谢谢各位领任，谢谢各位前前一起诵经哦，晚安，谢谢诗妮老师。嗯，感谢啊，感谢前前慈悲啊，嗯，感恩啊，感恩父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顶传师慈悲。晚安。感恩啊，优秀的前前。晚安，各位前前。嗯，可能靠点关系，各位领队，各位领队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聚，各位前学们，大家晚安。前学们晚安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陈伯轩呢？哦，前学晚安。